再买安装马桶。让我们再感受一下超级旋风马桶的冲力。这个水呢，是从这儿过，一圈，试一下啊，看一下。帮客人代买两个科勒的马桶，这个马桶冲力比较大，然后所以呢，价位呢比较贵一些，两个。去往 Richmond Hill。现在来到了 Richmond Hill， 然后这个开始换起，这都是 Total 的，原来可能用的是 Total 的，太旧了。然后现在呢，用科勒。对，开始换气。第一个马桶装好了，这个呢是第二个，同样也是 Total 的，很好啊，就是太旧了，可能打算想换掉的。OK。拆掉这个 Total， 发现这个 Total 是带底座的。这个底座看一看，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？这里是两固有的 pin， 然后这两个呢是打在水泥里，然后是固定在马桶的这里，所以说这没有的。所以说一会儿把这个得拔掉，然后把这个洞呢用防水胶给它堵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第二个，搞定，OK。